友达在车用布局上传出了好成绩，今年车用面板出货目标1600万片，年增33%以上，力拼全球可以达到16%的市占率。12.3寸的数位液晶仪表板继奥迪导入之后 ，BMW 以及其他的欧系还有美系车厂，未来也有可能会导入。由于车用产品利润好，不容易被取代，这有助于提升获利。